在哪里听到过？我在广播中听到过。哦，对，而且上其实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啊。是啊，其实在中央电视台的有一个我们的城市形象广告叫尽善尽美尽在尽长。嗯，形容得很到位啊。你能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吗？尽善尽美啊。对，尽善尽美尽在尽长。尽在尽长。对，我现在想说的是，你知道这句话用晋城话怎么说吗？朋友们，想听莫愁用晋城话说咱们的宣传语吗？想吗？要听大家的呼唤声有多高？要看看他的呼唤声，想不想听？好了，晋城话说的怎么样？